在前面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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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才是民主的核心价值，我不会违背民意，我也不会背弃你们，我要尽我所有的力量让台湾向前，我会继续用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拼战到底。对我们线上线下的朋友，我们不要被人家看不起，不要被民进党说温博希的卡车卖假希的下游，各位卡车，全台湾的卡车，我们1月12号凯道见，同胞们，1月12号凯道见，等你。大家好，1月12号我们在凯道一起迎接台湾人最伟大的胜利。1月12号晚上6点，大家凯道集合喽，改变台湾的未来。总统票投1号柯颖佩，政党票投12号民众党，大家一起努力把柯文哲、吴欣盈送进总统府，让民众党争取更多的不分区立委，一起努力把全台湾有提名的11席区域立委都让他们当选，大家一起加油。1月12号晚上选前之夜凯道见，见不散。活动刚开始只是一个很笨的想法，想说如果我们空军，虽然我们空军很厉害，但是我们陆军呢不够强，我想说如果带着这个气球能从台湾的最北边走到最南边，希望可以感动一些人。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哦，从最北的富贵角灯塔，现在到了恒春，我这个宅女出门到这里，很感谢大家。这个气球从台湾的最北边富贵角灯塔走了15天，走到了恒春，走到了这里，我们有一个苦行的精神，我们晚辈希望我们自己能吃苦，然后来感动一些长辈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是相信柯文哲会赢的，而且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。阿北，我支持你很久了，也希望你这次加油，虽然我没有投票权，但如果我有，我也一定会投你。为了小孩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出来支持阿北。阿北加油，阿北加油。台湾的选择，柯文哲，唯一的选择，柯文哲。阿北东山，台湾的选择，柯文哲，唯一的选择，柯文哲。我要月考，可是我一定会支持柯文哲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我们做了之后，我们遇到了很多，的确遇到很多问题，比如电池啊，背包断了2次，断掉，然后都支持者就马上帮我们补给过来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是陈柏惟罢免案罢免领衔的，大家都叫我台中阿文。那阿文啊，之前啊，在陪阿北行脚的部分啊，我有开出承诺，当我们12月23号高雄场过3万人的时候，阿文要剃光头。那很开心，都说我们已经达成第一个目标，所以阿文接下来要去那边剃光头。1月12号，咱站出来，背阿背啊，进港地。1月12号，我们站出来，陪阿背拼战到底。